这是我的学生，你的头发好长呀。你在美容美发那边学了多长时间？我在那儿学了就半年多。半年多？是的。你以前就知道这个美容吗？以前不知道，我就在培训中心去的时候学习的。在那儿学习的，学了6个月。是的。还挺好的嘛。见到你特别高兴。谢谢老师。